别晒了，吃饭了。媳妇，弟妹，这是老妈给你们做的小熊汉堡，怎么样？真好看，妈这太用心了吧？那肯定啊，咱们家老妈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用心的。老爸，我妈自己做饭吗？你会做饭吗？这妈老饭我会做吗？我做一个西红柿炒蛋给你看。能放了吧？我能不知道吗，老爸？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吧？没有。老爸，你看老弟，我拖地了。给你脸了，哎呀，妈咪！妈咪！别修了，都修了三天了，你们就不能趁这个机会戒戒网瘾吗？我买个新的就是了，明天就去买。老爸，老妈不是说了吗？不能买。说你求啊。行，那我来问问老妈。老妈，老弟的电脑坏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老爸说明天要买新的。老爸，滚！其实呢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个显示屏，我现在就拿给你们。老爸，我对天发誓，如果你们打开这个箱子没有显示屏，我这辈子找不到媳妇儿。好，等一下，得是电脑显示屏。对，电脑显示屏。等我一会儿，我前面是不是说的，只要你们打开这个箱子，就有电脑显示屏？现在是不是有了？我又没说在里面。慢点装，老爸，别急。别看了，我这个显示屏也是坏的。盘点小杨哥爆笑名场面。老弟的网瘾是不是就戒不掉了呀？我都给他戒几年了，能不能好好想个办法？你什么时候给我找来媳妇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弟网瘾戒了。我同意。叔叔好。阿姨好。这个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
这个是你们未来儿媳妇，我的女朋友。咋了？Later. 你怎么还？哎，媳妇。爸爸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妈妈呢？哟，妈妈在睡觉呢，来叫她。老爸，我和素娟已经说好了，周一到周五我陪她，周末陪你们。我说啥你说啥啊？爸爸，老弟，我和大家已经讲好了，周一到周五她陪我，周末陪你们，可以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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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少的，别说话。声音就大。哎！啊！可是我觉得。别说话。跟你学了，老爸。Later. 吃饱了，关点闸。我的幼儿的小酒屋，眼泪偶尔会莫名的光顾，所以会将爱麻木，可突然回想起了全老弟啊，我刚刚陪老爸喝了两杯，老爸给了我一个红包。真没出息，一个小红包你就给。疯狂小杨哥，各种坑地瞬间。刚才打得太轻了，不行。下一个。那么那么别弄了，老弟又带老爸玩游戏了。等一下，你听我安排，你教训老弟就行，老爸看到自然会害怕。下一个。有时候玩你有时候我。老弟，你没有说你想吃什么肉呀，就像这个辣椒炒豆角一样。如果你想吃牛肉，我可以给你炒辣椒炒牛肉，但你要说呀。行，那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炒一个辣椒炒牛肉。快呀。老弟你别生气，家里没牛肉了，但是有羊肉，我可以给你做辣椒炒羊肉。哇，行，你不要再玩我了，跟你讲，如果你再玩我，我让你。